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ose of us who are with us. 好，大家好。 非常高兴欢迎各位在卡托维茨，欢迎各位通过互联网跟我们连接，感谢大家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参与我们的对话。我们有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尽量不要延误时间的吧，接下来。 把麦克风把发言权交给各位，在座的吧，以及是通过英特网参加的吧。想要听听你们的想法的吧，哪一些东西是比较好的，哪一些可以改善的吧，在今后的论坛。请求麦克风，我们有三台麦克风。布局的在大厅里边的吧，是要发言的吧，可以站在三个麦克风前面一个，我们就把这个麦克风会开通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的吧，可以讲话的吧。接下来是通过英特网跟我们在一起的吧，他们也会有发言的吧。 开始，我请允许我介绍，在开始会向大家介绍一些建议、一些回顾的吧。在我右侧是多方顾问组的吧，主席 Henriette Eisenhauser 女士，非常感谢。 我相信这个板块会是非常有建议性的吧。跟我们在一起，还有 Maria Francesca， 斯巴里斯是秘书长，副秘书长。大家好的吧，非常高兴的吧，今天。 2021年的吧，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吧，我们尽量参加所有的一些板块，板块非常之多，内容非常丰盛的吧。我非常高兴的吧，参加今天的这个板块的吧，我在这个期间，我希望我可以听到你们各位大家如何来看待我们的回应。跟我们在一起有 Paul Mitchell 先生。 就是多方顾问小组的主席，他会接办这个职务的是在2022年的吧。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大家，都支持的吧，这个顾问组，安瑞特，感谢所有的从事这个工作的和筹备。 今天的论坛的吧，所有的人，感谢大家他们的辛苦的吧。好，那么最后也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他会负责来确定和组织这一次的活动。舒伯特部长，大家好的吧。 非常感谢这一周时间的跟我们在一起，我迫不及待的也是等大家的评价，非常感谢部长。那么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是时间不多的吧，文达，这个，其实，在我们后面最后一个板块是节目。 意识的吧，不要不好意思，限制我介绍的吧，你们所代表一个群体的和
跟我讲过了吧，有一个时间表的吧，会显示的吧，大家有90秒的时间对吧。好，我可以写口罩的，非常感谢。我是积极分子的吧，是为了维护人权的吧，我叫阿迪勒，我是来自苏丹，我是代表我自己的吧。苏丹是一个国家，是2019年的发生一个革命，在这里也是出现的一些关闭这个因特网互联网的一些案子，一些例子的吧。所以我也是非常注意今天的听取今天很多一些板块对吧，很少是讲过的吧，讲到的吧是限制互联网关闭互联网的吧。我相信这个事件应该是得到更大的一些重视。我们要知道在苏丹的通信这个板块都是受到军队实力派的这个监控，因此在2019年的吧被停掉互联网在我们的国家的吧，不能在这个国家不能接通互联网的吧。所以我们也看到的话有多么负面的一个影响现象的。第二个关闭是10月25号的吧，是在我们国家发生一个军变，这个也是严重影响到人权的吧，也是有很多牺牲的一些人数的吧。那么我在这里的吧也是向大家注意一些有关的一些资料的吧，要加深整个社会的一个知识和了解。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在苏丹，但是也是像德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要真的是说明着我们非常我们知道的吧，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内容的吧，要去官方的讨论的吧。我们的论坛是多方的论坛的，我们是从下往上一个合作模式，我们也尽量避免职责或者责怪一些任何一方，我们要听取所有的各方。您完全说的是非常准确的吧，所有的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吧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也会影响到会帮助我们发展今后的吧。感谢你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些内容的吧，我们在日内瓦2017年的吧也是谈过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是从上面是关闭互联网的吧，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也是在资料当中的吧，包括这个分会资料筹备资料里面提到过的吧，这都是彻底负面的一些影响，也应该是讨论也是会探讨的这个东西吧。所以在这里我也说明，必须我们没有提到过的吧，但是确实我同意可能是这样的一些现象，这样的事情要更广泛的去讨论的吧。因此明年在论坛当中我们将会更广泛的更深入的介绍这样的一些事情。您完全是说的非常正确的吧，在柏林召开会议也不是非常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不能说明我们避开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请接下来另外一个人，非常感谢。我叫南南，我代表我自己。我参加了今年的论坛，我非常感谢播放的主办方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可以利用会厅，我也报了一个会厅，定了一个小时的吧，关于指导那方面的做一个介绍的吧。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参加了这个活动，
有些是在场的，有些是通过互联网的吧。因此我在这里有一个建议，我们以后可以组织一些培训的，特别是面向年轻人一些讲课的吧。我会讲法语，因此我可以沟通，可以联系以 Burkina Faso 一些人员的，他们无法到来的话，我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给他们介绍，亲自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一些好处。那么关于以后的召开第四届的吧，我相信我们可以挑选一些教师，可以进行一些培训班的吧。我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接下来的一个人。下面一位是加纳的数字中心的一位发言人。我们可以连线吗？在我们加纳的数字中心。我们再稍等几分钟。Hello, my name is Naode Ayi from Ghan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大家好。And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我是加纳的代表大学的加纳大学的代表。我想强调的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是和互联网关治理峰会的这么一些经验。我非常感谢波兰的组织方，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可以互相见面。我还想再强调的是，在这一次的峰会上，我们可以谈到这些像关于互联网的管理，我们可以代表所有的人，不管人的大家的职位、年龄、做的什么工作，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能够参与这次峰会。我们也认为在非洲的代表可以更加积极的参与这些工作，尤其是这些工作能够在联合国组织的互联网管理峰会。我的名字叫 Kasson Gambolia， 我是从赞比亚来的，坦桑尼亚。互联网是有关于人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发声和发言是必须要被大家听到的，我们需要完全的包容。我自己是一个受益者，是见证人，证明互联网有强大的能力。我自己使用这些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方便，但是互联网也可能作为监控使用，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方面能找到平衡？我们知道互联网还没有完全给大家完全公开和充满了民主，我们想把形成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让人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原则。有一个人说，谁能掌握过去就能掌握未来，那我们现在就考虑我们的互联网将来是我们的互联网确实是公开的民主的吗？是需要控制的吗？我的名字叫 Corey Doctor， 我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一下我的一些建议。我非常感谢感谢我的再次发言。我也想刚才潘尼 Doctor教授的发言，联合国确认认为把网络制裁，这是尤其是侵犯了国际的人权，关于联合国第十九条国际的合约有关于人权的使用，而且在联合国希望倡议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反对这些事情，能够使得所有的人能够签一个条约，保证
数字空间的使用权，我们应该把这些权利能够扩展，而且能够得到监督和结算。我们应该一起谈到互联网的使用权，我们也应该邀请在下一届的峰会各个政府的代表，高新科技公司的代表，让他们能够和年轻的代表，这次峰会的很多的代表在这种峰会上谈到在网络排除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下面一位在线的发言人，我们现在再回到加纳的数字中心。大家好，大家好，晚上好，我的名字叫 Edward， 我代表的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理工学校，理工学院。我的问题是关于农村的地区，用什么方法能够使得网络的使用能力在农村地区扩展他们的使用能力，同时我们能够减少在网络的侵害和攻击，能够减少。我们用什么方法能保证网络发布的内容是真实的？好的。下面一位发言人浩海，浩海，我请你发言。你们好。Yes, we can hear you. Okay. 我们听见你的声音。Hello, everyone. And this is Jorge. 各位好。Hello, Herr Kanzler, 我的名字叫。I'm talking from Switzerland, where I went back after a couple of days. 这一次我是从瑞士和大家连线。我几天在卡托维茨以后，我就回到了瑞士。是像我在此呢，能感谢波兰政府和所有的主办方，波兰的各个参与方，能够在这种混合的线上线下方式组织这次2021的互联网管治理大会。这次峰会上，全年的都这些峰会的组织方都通过一年的时间，使得这次活动可以能够正常的进行，包括我们的整个峰会的计划，都现在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非常高兴能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以面对面的见面。有的人已经可以在各种情况下我们见面，但是我们也可以在网上这个视频，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在今年我们还做了往前走了一步，如果谈到我们的创新的组织这次峰会，我们做了很多，为了把这次的工作能够和现在的环境能够相匹配。我也想知道我们的一些决定以后将来怎么落实，和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定人都是如何落实下一步。而且在下一届的峰会上，我们会谈到关于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球的使用互联网的公约。我们下面还可以再谈到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可以艾烈和其他的合作伙伴。我再一次代表瑞士的政府向大家表示感谢，希望我们大家的工作越来越好。非常感谢。
抱歉，我这里也只有一个非常无视的一个建议的吧，就关于这个论坛的一个结构。首先是要祝贺这个MAG 组织的主持人的吧，感谢整个一个团队。和所有的参与第一个红河的上下这个会议论坛的吧，我们这个也是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可以学到新的一些东西，对吧？我的一个建议，有时候很难参与做一个在现场的一个人，很难参与所有的一些活动，因为很大的一个动力都是集中在 Zoom， 通过 Zoom 那边是参与，很难对我个人的吧，我也虽然我人在这里的吧，很难拿到麦克风说明我在这里是发表一个意见的吧，所以我相信我们也应该用开放的一些软件的吧，而不是是商业的像 Zoom 这样子的吧，我们是希望像一个聊天群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也考虑参与这样的一个方式。谢谢谢谢这个，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 MAG 小组的可以参与的一个工作。好，各位，这个是我们公民社会的一个声音，我也在这里感谢多方的顾问小组的吧，我在这里也是想要说的是，我们面临着还有很多工作，特别是连接人群和所代表他们的一些议会代表人员的吧。我相信这个论坛也会是一个平台，可以帮助我们沟通跟这些领导们跟这些议员的吧。我在这里看不到的吧，在通过 Zoom 那边有没有人申请要发表的吧，在现场上面的有没有人要发表意见的，在这里有一位可以走过去到麦克风那边。大家好，我将会讲法语。非常感谢这座城市组织这么美好的一个会议。前面很多一些演讲讲的，都提到的吧，像我们苏丹的这个我的妹子那边去讲过的吧，以互联网是对，特别是对青年的一个框架，一个窗户的吧，所以代表所有的青年的吧，没缺乏学历，缺乏接触水源，食品安全，没有自由，没有旅游自由的吧，我们也要考虑他们的吧，近几年的吧，这个移民大潮的吧是非常大的一些悲剧。我们要普及这个互联网的吧，我们也要对政治界的吧要求他们的吧，要花一些更多的努力，让人权自由是会在互联网是得到一个遵守和维护，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人类发展的一个工序。我相信这个特别是在互联网的一个基础，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提高他们的服务。趁这个机会感谢波兰，感谢卡托维茨组织这样的一个论坛。大家好，非常感谢组织这个
论坛的，我相信是非常成功的吧。我的问题也是一个评价，我是这样子吧，我们应该对标准做一个论坛的一个联盟的一个组织的吧，它是基本的要求的吧，一定要去变化的吧。有很多人都是有一些残疾的吧，他们住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他们被排斥的吧，无法切入一些ICIN 因为申请的这个格式拿到奖学金有一些变化的吧，所以我相信我们还是会特别是申请奖学金的一些原则的吧，还是会恢复过去的吧一些原则。好，我们注意到你这个提问。好，我们现在专在线的吧，首先是抱歉，可能是把姓名发音不是很准确的。那个名字应该是 Phil。Hello。对，稍等一下。抱歉，我这个麦克风临时是开不通的吧。热烈欢迎大家。我有一个请求，就是我们这个数码分会可以NRI 的这个动作和他们的活动可以强调一些对吧，这个都是地方的青年的一些活动。我相信这样的一些网络可以得到适当的一些支持。同时我也请求主办方更加积极的参与今后的对地方的青年的这个网络的发展的吧，都是我们这个所写的是 NRI。 我想秘书处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好事情在这个领域上面的吧。好，非常感谢这些传达。我将会讲法语。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我在这里趁这个机会也是给主办方国家的吧感谢他们接纳我们的，也是对主持我们的分会的吧各方。也是要说明这个我们在做出决定，这个多方的做出决定一个特征。一方面的是我们的讨论的一个质量是非常好的吧，第二方面的吧是语言的一个多元化。在上一次的这个大会上面的吧，大会议上面的吧，国际网络我们有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一方面的是标明的我们这个论坛的一个多元化的吧，它的分身性的吧，这个是数码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代表我们的力度，包括这个我们的混合性的模式的吧，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一个力度。好，接下来还有一位。Thank you a lot for the floor. My name is Katerina Bogusinowska, and I. 非常感谢。我代表青年。这个是欧盟委员会的，我的名字叫卡塔琳娜，非常感谢组织这个论坛，对我来说是非常
高兴的能够这一周时间的待在卡托维茨的吗？我们讨论新的技术影响我们的新整个一个生活的吧，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代表青年，所谓的青年，我们始终要以决策人、决策机构的吧，保持联系，也叫沟通的吧。不仅仅是要听取，但是也是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也是发表自己的一个立场。我们就一天有机会跟议员的吧，包括欧美议员的吧，接触进行讨论的吧，跟他们分享，他们所决策的一些东西的，让我们担忧的，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希望。这个是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吧，非常短暂的，但是非常有收获。我们认为这个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吧，非常浓缩性的吧。我有请求的吧，在以后在分会上面的吧，在这个论坛上面的吧，组织更多的这一类的一些板块的这一类的交流，在这些平台上面我们可以发言，可以跟议员的决策人的沟通的吧。非常理解的吧，我们从2019年的吧，我们推广这类的活动，那时候已经是青年的代表已经提出过的吧，他们是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吧。接下来真呢，非常感谢。我代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青年的代表，我也非常感谢整个一个努力，让如此之多的不同的人可以参加这个论坛的，有些是远程，这个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吧。这样的一个分会可以通过混合性的方式那边召开的吧，但是确实是两年以来的吧，这样的一些远程的一个交流啊是越来越普及的吧。可能我们也要重新标明的吧，我们的互联网治理重新设定定义的吧。我注意到的这个秘书处的一个重要性的和位置的吧，包括这个 NRI 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影响力的吧，在这些艰难的疫情的一个时刻。但是最重要的是有除了 Zoom 之外的一些会议，我们需要寻找一些新的一些方式、一些手段，可以让我们的交流会更加可以接触的吧。因为怕这个疫情的影响不会很快结束的吧，可能是秘书处的吧，可以有给予更大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地方国家的青年的一些组织给大的一个支持。我相信我们会做更多的贡献。好，接下来你好，或者是晚上好的吧。我叫莉莉，我听了很多评论在这里所提出来过的吧。我要所讲的肯定是已经提出过的这个东西。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吧，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我们建议，这个也是来自于我们昨天所召开的一个板块的吧，新的数码智能，在这个房间里边全都是年轻人的吧，所以我认为很有可能年轻人的贡献对我们的结论对吧，影响力应该是更大。因此我们应该考虑这样的一个建议，
让每一个板块有更加充分的青年的代表，因为这就是将来要设定、要描述我们的未来。大家好，我是从印度来的，我的名字叫Abhinash教授，这是我的第一次参加EGF 峰会。我的研究的范围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法律法规，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想能够更好的调整互联网当中的法律法规，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努力做在法律范围之外的事情。我有一个计划，就是等我回去以后，我要在我的大学里更加的推广，我要在学校里推广互联网管理的一些事宜。我们说了很多的关于互联网的治理和管理，但是我们想应该邀请法律惩戒的一些人员，我们可以邀请法律学的教授、法官、法院的法官来参加，和检察院等等高等机构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会谈论坛。也许确实是我们应该邀请法律界的一些人士来参加我们的这些论坛峰会。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Jennifer Chang， 我代表我自己发言。我想表达我自己的感谢和对所有的和我的赞赏，所有的这些和我们一起连线的这些不同地方，亚太地区的一些参加者。我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参加这些讨论，尤其是在能够在另外一个时区参加我们的这些会谈，对他们来说他们是比较困难的。我也是想表达我是感谢，忠诚的感谢对波兰的作为东道主国家主办国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还有各方面的 MAG 的这个咨询方和教导方，让所有人都有可能和我们连线在 Zoom 上面。比方说还有在非常有困难的地方能够来完全参加我们这些关于互联网治理的未来。非常感谢能够允许到大家都能参与。下面请 Thomas Schneider。谢谢你。首先，我想感谢波兰的国家作为主办国组织了这次峰会。我也感谢各大咨询机构。非常感谢这些办公室的员工，还有联合国的数字办公室派来的代表，还有 EGF 的组织办公人员。我们知道需要各个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人员的参与才能做到。我想IGF 平台是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分享大家自己的经验，从世界的各地都可以受到我们的关注。我想我们的问题是还有很多的反响存在于在可能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联系起来我们的一些
一些机构、一些政府，能够推动一些新的法令法规。我们现在应该有建立一个很好的桥梁，让这些反映的问题能够传达到法令法官的法规的制定者。啊，能够让IGF 这个论坛只是在自己的范围里讨论，而更加有它的严肃性，使得这些规定的决定者能够参加我们这个IGF 会论坛。非常感谢你的评论。下面我们听一下网络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very much, Shangatai,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Yes. 下面非常感谢让我这次在这里发言。我的名字叫 Fred， 我在加纳和大家连线。我是一个IGF 的一个青年的大使，志愿者。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在这一次峰会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一些在会议准备的一些正式的会议，我想在感谢各方的专家团队，主办方还有联合国的一些辅助人员，能够让我们会议能这么顺利的主办。当然也有一些很多的挑战是牵涉到这些年轻人的心声，并没有总是被听取。比方在很多主要的板块上，这些论坛上面并没有年轻的代表，在那些其他的一些分组讨论上并没有很多年轻人参加，经常这些人是在一些听众当中。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演讲团队中出现，让他们参加整个论坛。那么在年轻人的论坛上，我们应该给他们发言的机会，让年轻人的声音能同时在青年峰会和其他的峰会都可以能够被听取。我们也希望年轻人能够进入演讲的团队，让我们能够参加讨论，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在报告当中体现出来。非常感谢。好，接下来非常感谢郑格泰先生。我叫桑纳克拉斯，我是来坦桑尼亚。我首先要给大家说一点，秘书处多方的顾问小组人数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非常无视的全球的一个变化，对吧？所以我请求大家给他们鼓掌，给所有的这个机构的那小组成员，对吧？你们做的非常棒的事情，你们支持 NRI 的组织工作，对吧？组织我们的数字枢纽，所以我们是见证的吧很多确实的一些变化。你们维护让我们大家可以听到每一位的跟我们连接上的吧，包括在这个峰会上面，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可以我们听到可以听到他的声音。那么我在这里还要说，学校和网络治理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些有一些信息，我们可以传达这样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个内容可以传达给年轻人。我感谢最近的工作的，我也是希望后面会更好。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通过英特网跟我们连接的，我叫安扎哥，我是七年的大师，2021年的吧。我想分享我的个人的一些经验的吧，也同时也要感谢这个论坛的吧，我能够参与的，我是第一次可以在这个论坛出席和沟通的吧。我非常高兴得知这个本地的这个社会的权益现在在这里也是十分得到关注，也是新的一个态度，如何来跟青年的谈话，传达一些信息，提高他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能力的吧，特别是对本地的一些群体的吧，这些本地的群体的吧是应该得到更好的一个维护的吧，和确保他们能够接触现代的高技术的手段的吧，因为这个互联网也是这样的一个手段。好的。我们时间因为不多的吧，我们不能增加发言的一些人的吧，我们时间不多的吧，接下来用法文。我叫 Ossi， 来自 Benin， 我在这里感谢主办国和组织单位的吧，非常棒的一个工作。这一次的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召开了这个数码峰会的吧。我注意到了有一些在线的一些成员的吧，也有遇到了一些语文的一些问题。问题现在是如何让每一位可以参加这样的论坛，用自己的语言。因为工作联合国的工作语言的话都是在IGF 论坛都可以参照的，我们注意到了只有在一个厅里边的有得到反应，我们也应该改变改善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会面应该是多语言的吧，有一些部长有一些议员的吧，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板块，这样的一个会议应该是给决策人创造一个机会的吧，是他们推荐自己的积极的参与的吧，我们不希望互联网是一个高产品的高质量的高贵的一个产品，我们是要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要互相维护的吧，一个工序。好，非常感谢这个提议，确实是有难度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翻译的资源的吧和经费的资源的吧，我们如果是我们确保一个服务的吧，可能是对其他的一些费用可能是不够的吧，所以我们也是寻找一些平衡的吧，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叫侯森，我代表青年的来自非洲的青年人，关于互联网的全球的治理问题的吧，仍然目前还是可以看到的这个北部和南部的很大的一个差距，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互联网接触啊，还是平衡的发展，那么如何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的吧，在非洲互联网现在成为一个商业，那我们可以去做的吧，接触互联网的质量不会让我们满意，而现在的疫情的影响也是充分的说明了，特别是影响到年轻人的吧，年轻人的吧，
占整全球的人口的几乎50%，但是我们的呼声是很少能听到的吧，所以在决策过程中应该多听年轻人的呼声，他们的态度啊，是我们要提高这个可见度的吧，有些法律一些东西的吧，要后面要实施的吧，这个是涉及到未来的吧，所以也涉及到我们年轻人。好的，那接下来的是通过在线的吧连接的成员的。好，我是来自荷兰的吧，首先是要祝贺主办方组织这个伦敦在用这个混合的模式，在如此艰难的一个时刻，非常感谢让我们允许我们参加这个活动。我亲自不能到波兰的吧，但是我还是积极的参与的吧，这个伦敦这个混合的一个方式给我们大家的吧很多一些机会，可以直接参与的吧，对话讨论的吧，所以整个伦敦的质量我有高度评价，有多方的话题，各种的话题涉及到人权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的吧，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分会是非常高质量的吧，我相信今后也会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水平，非常感谢。Volta Nati 先生代表安全规原则的一个系统，特别是今年我看好的吧，这个比较发达的这个体系，而且特别是面向的年轻人，我们在工作中也是考虑年轻人的吧，要创造给他们的一些新的职能，一个新的条件的吧，也是说的 Sorina 完成的这个工作联盟工作组，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吧，非常佩服他们所得到的成果，他们也是应该给他们鼓掌的吧，请大家鼓掌给 Sorina 和他的团队。这个工作联盟的吧，这个也是对我们的 IGF 加号的吧，我们做一个专门的一个板块，但是也是受到非常温馨的感受的吧，我也是感谢我们的主任，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年我们又一次可以见上面。好，接下来又是一个巴维乌尔嘎茨，我想在这里前面已经所说的吧，内容的吧，我是代表主办国，我很久以前的就住上了这个卡托伊茨这个城市，非常高兴能够接纳各位做客的吧，非常高兴看到很多年轻人代表大学，今年的这个 IGF 工作是非常大的吧，我相信年轻人的呼声在今后的分会也同样会听到的吧，这几天在卡托伊茨有很多非常丰盛的对话讨论的吧，我相信这个会后面形成的吧非常有效的一些合作。第三个我要确保的吧，是波兰夏天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的吧，所以欢迎大家到夏季到波兰再次再来。好，我相信我完全相信的吧，波兰的夏天是非常美的。接下来法语，我是来自布基纳法索，我首先是要感谢联合国的吧，这样的一个板块可以谈到这个互联网的治理的吧，也是感谢主办国，
有些内容已经提到过的吧，特别是这个语言障碍。我想 IGF 是做一个国际的一个论坛的吧，各方可以谈话的吧，所以我们也是需要预测的吧，给所有的人也创造一些条件、一些机会，可以理解，可以听懂，我们在说些什么，包括后面的一些文件，可以是翻译成更多的一些语言的吧，便于我们后面更深刻的理解的吧。我知道这个都不是很容易的吧。第二点，我们应该尽量有政府参与的吧，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治理，但是我们是公民社会的吧，离不开政府的一种参与的吧。我们在这里的一些设定的建议、一些推荐的吧，应该是决策人听到，让他们理解的吧和公认，这些信息应该传达给他们的吧。这样的是在全世界可以互联网可以得到发展。好，非常遗憾的吧，因为没有时间的吧，不能再申请发言的吧。当然现在前面已经发言的吧，都拜上队的吧，这个我们还是听取他们的一些建议。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发言权利。欢迎大家。我想再重复的吧，已经在这里所说的吧，所以一个是想主办过波兰的吧一个背负，也是想要跨这个秘书处和所有的参与组织这一次论坛的吧，非常感谢各位。再次非常抱歉，有些人没有派上发言，但是你们的评价也可以书面的形式提交的吧，通过邮件，我们将会听取的吧。我们有一个语言变文字的吧，都是记下来的吧，我们会在后面的报告里边的会包含的吧。非常感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的主持人的吧，跟我在一起的吧，他们会做一个总结。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些评价和建议。就像托马斯所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吧，这个需求有多么多元化的吧。我们尽量要迎接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也理解对吧，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包括这个语言的障碍对吧，我们确实是需要寻找一种平衡点。对我个人是非常重要的是，首先是我们要去开放的是讨论和宣传我们 IGF 所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在做些什么对吧，这些信息要去更加官方的。像有些国家互联网是被关闭的吧，这个我们提到过的，但是可能是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所以我们这个是肯定是要改善的吧。第二个话题我注意到了吧，这个是我说谢谢之前的吧，最后一个我们要远远记住 IGF 是一个论坛，我们要讨论一些包括极端的一些东西吧。我们到这里过来的吧，不是要互相夸奖的吧，说一些说一些好听的吧，但是包括一些比较 Jerry 的一些东西吧，包括比较一些难度的吧，有一些担忧的吧，这个是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去进行讨论的吧。在这个期间，在这个论坛期间，应该是所有的各方的吧有兴趣，应该他们的声音可以听到。好，我在这里也是感谢主办方他们的贡献，他们如此开放的态度来帮助我们组织这个论坛的吧。感谢 Michał, Przemek, Krzysztof, Wiktor, 整个一个团队，你们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吧。也是感谢这个顾问组，多方顾问组
这个在2021年的这个条件非常艰难的吧，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是十分荣幸。再先感谢秘书处的成员的吧，这个巨大的努力的吧，你们配合的非常好的吧。我相信今年Maria Francesca 她的团队的吧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吧，非常高兴的吧看到你们这个做整个一个团队的一个成员的吧，跟我分享你们的看法和焦点的吧。欢迎大家参加下一届的论坛，让这些数码分会的吧会更好的更有利的这个交流思想的地方。尊敬的秘书长，如果大家需要的翻译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我们要解释一下，互联网并不是英语，但是虽然英文在互联网当中都是比较普遍的使用。我们会尽量努力把这些语言的使用能够更加的多元化，大家的需求能够得到认知。下面我就说英语。很多的板块我们参加的一些讨论都是非常的多样化，很多的有价值的观点，肯定我们会把这些都会总结一下，而且用最好的方法来利用，把他们的结果给大家使用，为下一届的 EGF 下一届做好准备。我非常感谢我的前一任组织方，而且我们会持续他的为我们指引的方向，而且我们还要祝福所有的人一切顺利，下一届的主办方能够做得更好。我也再次感谢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现在非常快的给 Paul Mitchell 发言。是我们下一届的主办方，我知道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如果还有几分钟的话，你可以给我们传达一下。可惜的是，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Paul。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积极意见的一个信息，就是刚才每一个板块提供的一些积极的建议，现在大家能听见我的说的话了吧？我再次想说，我非常昂烈给大家说的内容。这个讨论我们在 EGF 论坛上的讨论给我们看到，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期望和承诺，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准备，我们应该更加的包容，我们应该更让多的人参与我们的这个工作。包括我们的MAG 组织提供了很多的内容，我非常感到我们的讨论非常有价值，非常感谢尊敬的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大家提供的这些评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把刚才说的一些闭幕式上面的一些结论，我首先讲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安妮尔是 MAG 2021年的
主要负责人，我们非常感谢组织的这么成功的一次EGF 论坛。我想把这些花带回家里，是说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非常好。你对你是非常的有执行力，跟你工作和你的团队工作非常是让我感到荣幸，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已经超过了五分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就宣布我们这一届讨论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网上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发言人，我感谢你们提早起床了或者是晚睡了，非常感谢我们的Mark 负责人 Henri 非常的积极投入跟你在一起工作，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还会跟你荣幸，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改变，非常感谢。